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乌。我们又到爸爸妈妈家。对，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。我们很快正好会吃午饭。对，今天呢是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吃午饭，因为平时的话，如果我在妈妈家，就是说岳母家的话，妈妈经常会做一到两个符合中国人口味的菜，但是今天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正好有一个机会让大武尝一下，好像是日常的一个午饭，因为今天完全没有中国元素的食物，今天全是白俄罗斯的斯拉夫的。对，我正好今天妈妈做有些大武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，所以我说实话很好奇，看一下你一尝了是什么反应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应该会喜欢，因为今天我的肚子有点饿。饿？对，我去抱一下妈妈做午饭。我们看一下妈妈已经做好什么了。大家好。妈妈完全掌握中文了已经。对。妈妈现在做的这个应该是甜菜。甜菜是，她会沙拉。沙拉。沙拉，妈妈学会了。Later。这个是岳母做的甜菜沙拉，我刚才看了已经做好了一个沙拉已经做好了。就是里面其实东西比较简单嘛，有白菜、蟹棒、玉米粒，然后可能加了这个白色的是奶酪吗？奶酪还是黄油？不是，是奶酪。然后搅拌在一起，好吃。对，放过去了鱼，这个鱼也做得好简单。其实我这个平时也不怎么吃这个鱼，但是这个鱼真的不错，做得好简单。其实今天能看出来你左边这个牙齿弄过牙齿之后，左半边动不了。对，有点可能是奇怪，不漂亮。可能是打了麻醉是吧？嗯，现在感觉不到这边的感觉。对，没什么感觉。岳母还做了这个鸡翅，白俄罗斯的方法做的鸡翅。妈妈做的鸡腿，味道不错。今天是你的午饭哦。好的，我全部会吃到。你真的这个脸部表情真的有点僵硬，辛苦了。这个是什么？那котлеты，свинина говядина。今天妈妈还做一个叫什么？不是肉饼，其实这个叫котлеты，就是一个网，里面是猪肉和羊肉，对，在一起的，对，其实跟中国的狮子头差不多，真的很像，这样子的，对。大家好，不是可以，不是可以，我想念你们，super，我想念你们。昨天大乌买了，我买了青岛啤酒跟红星二锅头。昨天爸爸已经喝了一瓶青岛啤酒了，今天中午应该还会尝一下。他说很好喝，很好喝。他昨天说，瓶因为在这边卖的话，买的话要八卢布嘛，所以他一口就把这个青岛啤酒喝完了，说哦，八卢布就这么没了。对，下一次的话，让岳父尝一下红星二锅头。我们现在开始吃午饭。好的，一会儿也不给你送。一会儿我们教一下爸爸青岛啤酒用中文怎么讲。好的，不是，是。你吃，爸爸。静坐一下。谢谢。谢谢。为什么要跟他在外侧 at B 吧？青岛。哦，爸爸居然知道。对。青岛。昨天爸爸晚上已经喝了一瓶了。对，вкусно вчера было пиво. Очень вкусное пиво, которое сварено с любовью и из хорош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. 那下一次得买一箱，虽然качественно. Я в пиве разбираюсь, понимаю. Некоторое пиво пить невозможно, а это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. Жалко только, что бутылочка маленькая. 怪我买的少了。不是，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瓶子比较小，所以我下次要买一箱。就青岛啤酒。青岛啤酒。不错。Супер。Ну хорошо сказал, без акцент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. Как ваше здоровье? Кампей. Кампей.А, до дна это, да? Вейла, тенкан, заза, да лови. Говори. Как? Вейла.
为了健康，为了健康，对，为了健康。不错，这是以后就喝掉了吗？我是买少了，这是你们对吧？小子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我记得，你听着，没哭不进去。就是妈妈开玩笑的说，今天我们吃两个沙拉，感觉我们都现在减肥。减肥。我们努力的减肥。白俄罗斯的鸡肉怎么样？好吃。不错吗？对。故事。我是故事。妈妈说，可以吃。我的天。其实我觉得这个。青岛啤酒的那个瓶子的，我觉得好可爱，因为小小的，胖胖的。刚才吃了妈妈给我做的这个类似中国的这个肉丸是吧？嗯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超级好吃，虽然这个样子不是特别好看啊。真的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肉非常紧实，嗯，超级棒。嗯，我推荐这个，我最喜欢吃这个今天这个。我没想到他会喜欢，其实这个东西。其实妈妈做的这个鸡腿也非常好吃。今天我吃了已经第三个了，说明如果我在家里有时候做点白萝卜的菜，你还是可以吃，对吧？对。青青，青青，他们两个。妈妈今天，Аксюша до нас есть котлет。妈妈今天很开心，喝卡尼亚克，爸爸喝的是就是自酿的白酒。那就很好，下一次去中国的时候，宝贝已经给德乌，跟德乌说定了，我们带回去那个白俄罗斯人自己酿的白酒。对，爸爸妈妈之前不知道，你们在中国也在家里可以做这样的伏特加。我们做。对，没想到。我们还可以用历史做阿德哥过来。那在历史为。我听说了，我其实听说了，在日本好像有这样的米酒是什么？用米做出来酒是什么味道？对，对对回中国我们尝尝。我不敢，你给他我托你不要播了。我是等你会跟你。我到现在，我现在是差不多23.5岁。对，我到现在就从来没有喝过那个伏特加或者我们这边的白酒。下次可以尝尝。我不敢。莱芒饿了。我们的小狗一直都饿。Это она не будет. Ты уже на котлеты редко ест. Не хочет она котлеты. Нет, ей нужна косточка. Он кушал курицу. Я уже дала. Мама и жан да лучше дует. Хакуаши молюем. Такая заботливая. Тёся. Подруга, сестра Юнгана. 现在是最后的一步，就是按照我们这边的习惯。吃了午饭以后一定要喝点茶叶或者咖啡，然后吃一下饼干和甜食。我们今天就是吃这些东西。而且我这种白俄罗斯文化的话，我是每天都在耳濡目染。莱玛都是比较柴。对，莱玛也喝茶跟吃饼干。也是耳濡目染白俄罗斯的文化。我也现在喝茶叶，但是我不想吃饼干，虽然我很想，但是我还是不吃，怕变胖。对，所以我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饼干，想吃这么好吃，看一下，это значит посмотреть，看一下，那就是это посмотреть。嗯，爸爸一听，下一次如果拍视频的话，他肯定会想出来这个字。对你比较像爸爸有语言天赋的，妈妈其实也是，对，因为她看中国的，对对对，因为妈妈看中国的电影。其实爸爸有点怕妈妈，就是，对，因为我妈妈比较严肃的。что爸爸，你怕不怕妈妈？你爸爸怕妈妈。可以。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朋友们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我们，订阅我们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